风景很好啊。1945年8月15号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已经梆梆梆梆梆 ，jump， 哎呀，那头发都竖起来了，因为那梆梆那表示我已经进来了嘛，日本人进来了嘛，那吓得马上起来跳，哎，这后来就后头还是 jump surrender。日本人投降了，哦，那帮帮帮，哦，原来是加普斯日本投降了，啊，哦，那好，那马上头发也下去了。今天铁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执行他忠实进行所有的投降条件，这我们并不要报复。抗战胜利时，我在重庆。那天，反正所谓的信号弹了，所谓的炮竹都放光了啊。那么，然后这个魏院长这个广播一在抱怨的时候，他出来重庆街上的，我也站在里面，哎，我站在里面看到了。1945那年夏天，从重庆到纽约，美中两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打过二战的老兵在美国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70年后他们已从意气风发变成满头白发，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向这群最伟大的世代致敬。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获邀出席，除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游行队伍中还有一架绘有青天白日的飞虎机。坐在花车上的陈洪泉回忆当年驾驶飞虎机作战的情景。那叫昆明嘛，那老百姓在外边可以看见那个飞虎画这个鲨鱼 ，shark， 但是中国人没有看见过鲨鱼啊。这个昆明哪里看的鲨鱼？不可能看的鲨鱼哦。说画这个老虎，说这是飞虎，说飞虎这个名字是中国人昆明的人起的。飞虎 T40 太重了，他这个转子那转半个圈子都转到我们后头去了。那我不跟你缠嘛，我就用我的大马力高速冲完了以后，六挺坡哈这个 50 caliber 来打你。所以说，对吧？飞前转，打完了就跑，跑完了再回来，跑完了再回来，这样子是以利用大速度、重量来的。事实上，每一次空战我们都是用着打的就跑，所以日本人就一下把这个就打垮了。陈洪泉和李其深这两位老飞虎一见面就聊起了以前的老板陈纳德。我们在中美混合连队翻篇就问他叫 Old Man， Old Man 可是我们 Boss， 对对 Boss 说什么东西我们 Everybody 我们相信。欧曼有脑筋，有脑筋。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美军退役飞行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本来只是说到中国来帮忙中国这个训练这个空军，就是3个月，没有想到一来了就搞了这个8年10年的时间啊，
陈香梅18岁那年在昆明与陈纳德初次见面。二战结束70周年，适逢陈香梅90大寿，回首抗战岁月，陈香梅感触良多。他因为很有正义感啊，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1937年的这趟中国之行，不但改变了陈纳德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战局，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1937年6月3号，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宋美龄在上海接见陈纳德，聘他为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空军。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陈纳德派发电报给蒋介石，主动要求协助中国抗战。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28号，日军对上海实施战略轰炸。北极华裔战地记者王小婷拍摄的这张照片，震惊了国际社会，成为二战的经典影像。1939年5月3号，日军对重庆发动空袭。当时亲眼目睹重庆大轰炸惨烈情况的陈纳德，建构出一套预警系统，保卫中国的大后方。我们本来没有这个警报系统，没有警报系统，他研究这个发布警报系统，来这个吊在旗杆上，一个球就是预备警报，两个球就是空气警报，三个球是紧急警报，然后再换一个球，就是球拿下来表示解除。那确实这个系统建立以后呢，大家都晓得了，大家晓得一看一个球，我们没有吃饭的赶紧吃饭，两个球三个球来了不能吃饭了，赶紧躲起来了。抗战初期，日军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陈纳德离开重庆之后，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宋子文向美方提出航空援华计划。罗斯福总统1941年4月签了一个行政命令，一个机密的行政命令，准陈纳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飞机，然后可以在美军中间去招募飞行员。Before Pearl Harbor, the United States was already tak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moves to support the Republic of China.President Roosevelt had authorized the Flying Tigers to go as volunteers, and we were imposing increasingly tight sanctions on Japan, to the point that Japan felt that it needed to take an action to try and break out of this pressure that was being mounted, this quarantine. And so without Pearl Harbor, it's hard to see howThe United States would have gotten into the war. Pearl Harbor, December 7th, 1941. 珍珠港事变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同美国、英国正式成为同盟国了。我们原来是独立抗，只靠自己的力量抗战，打了4年。现在当然。我们与美国同美国不站在一条战线上了。然后我也必须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We in China, like you, want a better world, not for ourselves alone, but for all mankind, and we must have it. 她讲话就像美国南方女人一样，美国南方女人讲话了，一般人最喜欢听的，很 charming。很那个，很可爱。他等于是南方这个美人，长个中国脸。We shall not permit aggression to raise its satanic head and threaten man's greatest heritag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for all peoples.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And as I say, she could be very persuasive. 国民党要下飞机，美国没动静嘛，送些烂飞机去，卸载以后，美国真的给你援助飞机了，给摆架了，这中国开始有一个希望的一个感觉。他回去后呢，他第二年走以前，到了白宫去再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真的感动了。1943年3月10号，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批准创立由陈纳德担任司令的第14航空军，并将陈纳德的飞机增加到500架。蒋介石称赞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个陆军师。陈纳德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到蒋宋美龄的印象，他说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他就是对这个蒋夫人非常非常敬爱，蒋夫人对他呢也是非常亲密，所以这个两人之间这个友情吧，是非常可珍惜的。She gave him the rank of colonel, because when he actually came to China after he lef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e was only a captain. So, she said that would never do. He had to be a colonel. But I think they formed a very special bond right away. You know, in his book, he talks about the very first time he saw her, he thought she was maybe one of the servants because she was this lady standing there, this very beautiful woman standing there. He was shocked that she could speak such good English. So I think he thought that they had brought her in as an interpreter. And then when he found out that she was Madame Chiang Kai-shek, you know, he was a little bit overwhelmed and taken aback by that. So I think that they just established a very special bond between them, right off. He's the second star of a major general, pinned on the shoulder of their popular commander, General Claire Chenault.In turn, the general decorates heroes among his flying. 陈纳德他希望能够帮中国建设战后的现代化空军，所以他就将国军的第一轰炸机大队、第三战斗机大队和第五战斗机大队三个并入第14航空军的指挥体系里面，然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传授他们美式的作战技术，融入美式的指挥体系中。那同时也让中华民国空军成为大概是全亚洲最亲美国的一个飞行单位，到今天大概这个传统都还没有改变掉，就是陈纳德很成功的一点。而且他在指挥混合团的时候是严格禁止里面有种族歧视的，不许有任何歧视，反正你只要是低阶的美军看到高级的中国人，你也要敬礼。有陈纳德将军就是每次他们出去了，他这个陈老将军对于他这个部下呢，出去什么时候回来都是非常非常关心的。My grandfather just, he loved people. He loved the Chinese people. And his men were very important to him.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So he formed a bond with, I think, every person that was serving under him. He got close to him.So of course he would sit there like a parent does, anxiously awaiting for them to come back from comba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made it back safely, like any parent would do. But that's just the way he felt about his aviators. 他创造了奇迹嘛，乔乌尔将军讲他创造了奇迹，他让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飞行员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样打仗，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在历史上可能都很难见到。My name is Rana Mitter, and I'm the author of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 to 1945. The story of China in World War II is one of the last great unknown stories of possibl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rld conflicts. And it's really very strange that we haven't known in the West what happened to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for so many decad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ROC is the Forgotten Ally. Mm-hmm. At the time, it wasn't forgotten.It was probably regarded more as an ally who did not meet our expectations. 本现在罗斯福啊，那时候帮助中国，当他有他的动机了，他希望中国在战后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然后他基本上美国那时候对中国是非常同情，也出于一种真诚的同情。He thought that China could contribute more than it could.
He probably didn'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ROC government and the great difficulties that it experienced. 后来，美国可能就把苏联战场上的这个盟军的发展跟中国战场上的发展两个做比较。那中国的确是那比较上是落后苏联的这个抵抗德国的成果。但是我们消极的贡献，我们 tie down 几乎100万日本的军队，这100万日本军队如果送到南洋战的话，美军子弟不知道要死多少。英国只打了6年，啊，这个是苏联打了5年，啊，美国打了4年都不到，所以真正只是我们打8年的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阵亡了2个集团军总司令，2个集团军总等于美军的一个军团司令，啊，我们阵亡了8个军长，我们阵亡了20个师长。烟就是炮火，是夜就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国军的一个基本思想，啊，宁死不降。九国公约会议还没有开完，蒋介石说为了开这个会一定要死守。他甚至发电报到龙云，龙云是云南的这个省主席，要龙云派兵来。所以这个八百壮士后面有一个外交的故事。四行仓库是我们最后的收尾阵地，最后我们达成任务了，退到苏州河南岸。苏州河南岸是租界，这是从租界他们协商好了的，等于是他知道我们这个军队在哪里固守，这种精神还是很了不起。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如果上海完全失守，西方国家大概就不管你了。所以为了这个比京九国会议，那时候中华民国派5个大使参加，就可以想这个会议有多重要。几乎开了3个礼拜，19个国家参加，但是呢，就是最主要想请日本来一起怎么协调停火，日本拒绝来。但是后来日本拒绝以后呢，发表一个声明谴责日本侵华，所以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外交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八百壮士的孤军奋战，不但粉碎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军队的表现也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为美国后来援助中国提供了一定的信心。In the wartime, 8 years is so long, you know. Well, when you were young, yeah. 8 years would be 1/3 of your life. Yeah, right. Now it's not even. Now it's a small fraction. We won't have 8 years anymore. Well, you're kidding. You have a long time to go. Long time to go. And when people ask, "Oh, you're a flying tiger," I said, "No, I'm a dying tiger." We are all dying tigers now. 岁数大了要体检，脑部做扫描，那个医生说你这个脑子里怎么有金属反应。哦，我说原来还是那不能留给我的小弹片呢，现在还在里面。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短片，所以我现在70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啊，所以我还要谢意这个短片啊。郝柏村的重返抗日战场之旅，除了涵盖华中、华北几个主要会战的地点之外，在华南行当中也特别来到了飞虎队的基地昆明。郝柏村回忆抗战期间带领100名士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头一回坐飞机，飞的就是美中两国在印度和云南之间开辟的驼峰航线。坐了飞机，我们很多兵啊都是坐了飞机过了两个山到了，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部队到了，有些兵啊想家，逃兵逃了，最后被印度人抓到了，中国人嘛，那他说你怎么，我说他想回家，你怎么家里那么远呢？没有啊，我们只过两个山了，那过来了，飞机嘛飞了10几20分钟。从1942年5月开辟驼峰航线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总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1942年被派往印度担任教官的陈洪全，也曾经多次执行飞越驼峰的任务。那个驼峰大概，最高的大概20000多尺，那最低的大概16000多尺。再飞高的用氧气要多嘛，这个不用氧气绝对不行。所以我只能在这个16000尺那个高度，是过去。驼峰空运3年，啊，空运了80多万吨的物资，这个对于这个抗战的战略意义很大的。假设说，万一发动机不好，跳伞以后根本没有，下边根本就是野人山嘛，没有这不行。所以大家把它当成这个一个这个。很冒险的，是死亡之谷啊，死亡之谷。2015年7月2号，陈洪全和李其琛从纽约飞抵台北，出席台湾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现在这事物的话都处罚他们了，这是什么干杯啊？不好意思，干杯了，老师，干杯了。这才是空军呐、美台两地的飞虎老兵齐聚一堂，回忆当年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情谊岁月。陈洪全想起了1944年9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3大队、第7、第8和第28等3个中队联合突袭汉口时遭到日军拦截的生死一瞬间。这个正在开，他准备开枪的时候，我的后头哇，一排子弹都来了，很多子弹。我的僚机一看，哎呀，这个我的长机恐怕完蛋了，绝对是完蛋。我一看，我也没办法，马上就翻下去 ，hit and run 嘛 ，run 就不 hit 的就 run 了，下去。我回头一看，是 340，Flying Tiger，
我自己人，一个美国人，我心想大概我这个飞机一定中弹，中弹可能要飞不回去了。哎，还好，那技术，那这空战慢慢就完了，我们就回去了。我就问这个领队，我说 I want to know， 谁打的我？我非常愤怒，五十 caliber 这六挺枪绝对的，那一定打下来的嘛。还好我飞机一个子弹都没有中，很奇怪，很奇怪。上帝留着我今天在讲故事。是头一次问那个领队没有讲，等第二次问我的副大队长在那边上，他说请叫我过去。过去以后他拉着我到那柜子旁边，打开一瓶 brandy， 拿个杯子倒一杯。喝了，他说这个宽恕是最高的荣誉。麻烦了，好，我可以，来，我记下，穿好了。要回到以前，把那鞋子是，没关系，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对，七十多年后，陈洪权重新穿上仿当年样式的飞行服，英姿不减当年。只是当时一起喝酒的战友们大多都已经不在了。是这样子，有着很多牺牲的连名字都没有啊。我并不是真正英雄，我是就是英雄的见证者，我来替他们接受这个欢迎。所以我们今天昨天那种情形，今天这种情形，我们每个军人都高兴，我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那没有来的人，我们替他将来会告诉他，就是好，谢谢。好，谢谢，可以。好，来，我抓的。好，我进空军360几个空军，然后毕业就108个。从美国受训回来只剩了98个人，然后呢，我们抗战胜利只剩了50几个人，现在只有5个人了，在美国就2个人。每一次我们遇见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庆祝胜利70周年，但是我们也难过，我们很多同学都不在了。飞虎老兵的这趟台湾之行，除了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战力展示，也特别前往台中的清泉岗参观。这里曾经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I'm much impressed, especially with the roll cab. I mean, seeing all the flights and the planes compared to what we had during World War II. But we did accomplish the mission.Eventually won the war with what we had. I met old friends and I made new friends. And I hope to meet again with them again and again.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这边在这边在这边拍着手印就觉得不怎么特别那么大。那条路线不像了，胖一点。
这次回来啊，我觉得好像我回到家一样。这个什么道理呢？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呢，十几岁，在外国来讲嘛，十几岁的时候还上学，家里头嘛还那个父母还照应你。可是我回来以后呢，我不在美国了，我在空军里头，这由空军里头把我给带大了，所以我很感谢这个空军对我这个爱护。在这边呢，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这个战备啊，请跟我来。1939年，年仅15岁的朱安琪以旅美华侨的身份回国参战，曾经驾驶霍克三型和飞虎机执行多达72次作战任务。朱安琪称自己是中华民国空军永远的上尉。14岁开始飞行，我记得还有15个钟头就单飞了，招生招这个第三期的时候，那么我就去报名去考去啊。我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了，我跟家里头讲啊，那个父亲说好，你可以，这个把这个岁数提高了2岁，提高了2岁嘛，就有点按道理来讲是不应该的事情啊。但那个时候心里头嘛，救国要紧呐、啊，要杀敌要紧呐、啊，所以。多报了2岁、朱安琪想起了那年夏天从军之前，在旧金山的码头上和双亲道别。因为我父亲呢也很非常爱国的一个人，那么我也懂得他心里，那么我回去了，我是没有预备回来。所以那时候呢。已经是绝对决心，这是个等一个 one way trip， 啊，就回去不一会儿回来了就。家里头嘛，当然不说话，当然我晓得他们的心里怎么样。妈妈是不是也很难过？妈妈当时难过。我觉得这个仍然很对啊，这个反正我做这一辈。我做这个事情，我们牺牲我们这一辈，那么下一辈他妈可以安心落地了，对不对？下一辈的人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安心落地吧。我们是牺牲的，啊，他们可以安心落地。因为你这一生真的蛮曲折，当然，最后在美国的这个营救之下，你又回到了美国。但是这一趟回去中国参战，是不是改变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对这个，对着这个战争的事情稍微改变了。就希望呢，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没有了，就和平了。啊，这个，下一辈的可以好好念书，可以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了，就是。吉明利的父亲吉星文在卢沟桥打响中国全面抗日的第一枪。7月8号，我爸爸想要在一天之内要200个敢死队，这个敢死队真的是有去无回，因为那时候的国军就是三大件，就是大刀、核子炮就是德制8响，就是可以打响10次，就是有10发子弹。再来就是步枪还有人2个人分一把的。到了最后就是美军的配备啊，那时候，美式的配备，对，所以说那个子弹打得很快的。那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军是那个配备是很糟糕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世了，就是他日本是他的超越我们国军的那个他的
枪啊，他的飞机啊。七七抗战8月4号就飞南京了，一飞到南京的时候，日本的那个报纸头条登出来说，说是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所以日本人对他也有所认识的。他的部队是中央军呢，也就是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了。这样子苦战3个月的结果呢，40,000人进去，等到奉命转移的时候呢，只剩下1300人，其他的都战死在这个淞沪战场上。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一战是，万家岭大捷，他偷袭从山背偷袭出来到那个山顶去把那个16,000个日本人干掉。打败日本人，击败日本人，大胜的。他说，其中很重要，这个台儿庄跟昆仑关是其中的，可以说是两个真正很重要的两个。我父亲指挥的啊，对全国的士气，对于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刮目相看，这个东西很要紧的。等于说是这个整个国家用句英文说是 galvanized， 好像一触电全起来了啊！三次长沙、长衡，对不对？他全部都经历过。第一次长沙大战的时候，最主要他那个时候是中央希望是弃守，就长沙不要守了，等他们过完之后再打回来。他认为他一定要守，所以程程跟白崇禧就去找他谈。白崇禧是绝对是。战争是放弃的，一直到那天晚上，蒋夫人大概也知道他们已经吵得大概不可开交，蒋夫人打电话来，他那时候回话是说，如果是赢了，这是国家之福；如果是输了，我就提头来见。我们最后湘桂大撤退，湘桂大撤退，我们是最后一班车，最后一班火车打上的，火车都是三层。都爬满了，那个这个火车上面排满了人，那火车开都开不动，最后是日本在后面追。我祖母90岁，我外婆75岁，这个老人啊，我的小弟还抱在手里，啊，真是一幅琉璃图啊，啊，那种的。那桂林我们撤退的时候一片火海，自己烧的焦土抗战，自己先烧掉。第一次长沙大战完了之后，他写了一个公文给程程，说他要辞职。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那在第一次长沙大战之前啊，在快要开啊打的中间，我的爷爷过世，他那时候是不能回去奔丧。所以一直等到长沙大战结束几个月之后，隔年他才回去把下葬。那这一过程一定对他来讲应该是很辛苦。但这些东西都不在，他都不写。是不能睡觉。那时候在缅甸的话，有一次行军嘛，那他是骑在马上，那因为那边环境蛮恶劣的，又有很多吸血蚂蟥什么，所以后来那个马在，因为在山区走的时候，那个马肚子已经吸满了那吸血蚂蟥，所以那。最后那个马受不了就自杀了，马就跳下悬崖，然后我父亲也就跟着下去了。可是他运气还不错，就是好像拖在那个树上头，所以他们看本来以为他完蛋了，后来看他没事，还在那边在树上还跟他们摇手还是什么，他们再把他救上来。盟国早就说当初跟这个国民政府联系，就说需要，就说派部队到缅甸去。财政部的税警总团70总队去
抽调三个团组编成38师。记得那时候是经过国界的那个汇通桥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到缅甸去。第一次作战的时候退到印度以后再反经过整训然后再反攻这样。美国的恢复队也是有很大的支援的对吗？是是是有很大的支援啊。不管是在空军要压制日军的空中的兵力，或者是兵员经过驼峰的运补啊，或者物资的运补，另外还有就是说空投一些补给给这个在丛林里面迂回作战的部队或什么都很多啊。Leader of our American forces is General Stilwell, who has the unique honor of being the chief of staff. 史迪威将军是他的长官呢、啊，那也是指挥他们的嘛。那他们互相配合的很好，然后沟通也很好这样。二战跟二战结束以后，其实跟美国的合作跟援助，其实对中国都是很蛮重要的嘛。二战期间，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史迪威。1942年，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在作战计划以及战略物资的分配上，与蒋介石、陈纳德发生摩擦。史迪威是，这个亚洲这个作战的这个 China Burma India CBI Director 的参谋长。CBI Director 的是这个 Commander 是谁呢？是蒋委员长，他是参谋长。非常骄傲，非常骄傲。因为蒋介石跟史迪威个性上的确是一个，他是一个是东方文化这个培养出来的一个人物，一个是西方文化的，两个个性原来就不太相合。他呢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陈旧的思想，他对这个空军的运用根本就没有观念。General Chenault, of course.Believed very strongly in the utility of air power in defeating Japa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ebate was General Stilwell and General Marshall, who, you know, didn't dismiss the value of air power, but the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sure that the bases from which the planes flew.1943年1月，英美两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晋升四强。不过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写下，中美英俄虽并列四强，其实中国最弱，情势有如弱者遇上拐子、流氓和土霸。 The difficult alliance experience created a situation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where neither side trusted the other. 1943年11月，蒋介石与宋美龄赴埃及首都开罗参加世界三巨头会议。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eet face to face for the first time. 开罗会议就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嘛。本来就是罗斯福跟丘吉尔、斯大林说我不来了。斯大林当时并不喜欢蒋介石的，丘吉尔也不喜欢他。可丘吉尔一看宋美龄后，就开始转变了。他这个人的话，他坐在旁边嘛，在开了会议。我问宋美龄，他说：“蒋丘吉尔这个人是个老先生，你跟他讲几句话，他高兴的一塌糊涂。”当时美国的战略重欧轻亚，相较于美国对英国的援助，中国得到的物资很少。对华援助约只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1.8%。而蒋宋美龄除了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将帅不和，也在开罗会议上居中斡旋。另一方面，陈纳德也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出席了开罗会议。我们委员长就跟 General 讲，他说我现在在这儿开会，我们正好呢，我们常德快丢了，打得不好，那让人家你能不能想办法，对。所以那个翻成英文呢是 "If you could"， 假如你能够做的话，请你能不能
想办法派空军呢来支援这个长征。陈纳德也会透过很多方法去支援被围困的国军，比方说像衡阳会战的时候，用P-40去空投子弹啊，空投粮食到前线去给国军，他会想办法去救国军。但是飞虎呢，就是没有油，因为史迪威把很多重要的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比方说油料资源放在印度反攻那一块，那反而他就忽视了中国战场本身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他的空军的数量得到他的飞机和油量可以得到更多更充足的支配的话，那么我觉得像后来一号作战国军败得那么惨是可以阻是可以挡住的。那尤其是史迪威他要求说要指挥所有国军，那这个要求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说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这么做都是不太恰当的事情。史迪威后来也有点偏执了，我是看他的一个幕僚叫 Frank Dorn， 他写过一本书说史迪威说是罗斯福有下令要史迪威去搞个叫蓝鲸计划去暗杀蒋公，但其实后来证明说这个也不是罗斯福的，就是史迪威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罗斯福不可能去暗杀蒋公，那个时候中国是那么重要的一个盟友，中国牵制了100万的日军，你让中国内乱对盟军也是不利的。1944年9月25号，蒋介石正式召会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In the end, General Stilwell had to be recalled in order politically to preserve the alliance. 1944年10月19号，史迪威去职。史迪威后来又是一个。等于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因为主动请他走路。另一方面，陈纳德给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空投弹药，也犯了蒋介石的大忌。精于空战却不善政治的陈纳德，夹在互不信任的美中高层之间，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1945年7月请辞，并且很快获得批准。陈纳德在辞呈上感叹：“时不我与。”这个中国有这么大的声望，大家对他这么器重，有的人也许也有的人就是好像妒忌了，是吧？1945年7月30号，蒋介石在官邸设下晚宴为陈纳德送别，并亲自颁赠青天白日勋章，表彰他对中国对日抗战的贡献。When he left Chongqing, that the people were it was so thick with people.That the people pushed the car through. The driver couldn't even drive the car. So many people came to tell him goodbye. He was loved by Chinese people. 1945年8月8号，陈纳德离开中国。一个星期之后，日本昭和天皇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代表重光葵在9月2号于东京湾内的美军战舰密苏里号甲板上签署降服文书。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代表同盟国签字。当时麦克阿瑟曾在现场询问副官，怎么不见陈纳德将军 ？It broke his heart. You know, he had been fighting the Japanese longer than anybody. You know, he was the only one of them that had been fighting since 1937.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made to come home before the surrender ceremony absolutely broke his heart.1945那年夏天，陈纳德带着遗憾离开中国。蒋介石赢了战争，却输掉国家。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同时也成为台湾命运的转捩点。1945年8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中国大片土地，辖区人口1亿，并拥有一支将近100万人的军队。而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也使两岸在抗战胜利70年后仍对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说法。没有抗战，没有今天的台湾，我们所有在大陆的年轻时代，台湾的年轻时代必须要了解这个真相。我想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所以大家要了解抗战历史真相啊，一定要到台湾来。3、2、1，请起用。
268位将军殉国，其中有7位是上将，而中间还包括了当年八路军的副参谋长李左权。所以可见呢，这当然这场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在10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呢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想法至少比他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所领导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For over 20 years, it has been basing its legitimacy in part on the idea that the CCP defeated Japan and saved China. The CCP is giving it far too much credit. It did fight some, but I think the scholarly consensus now by Professor Mitter and others is that the ROC armed forces did a lot more fighting than the communist forces di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really wa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efeated Japan. We are a major player in the Asian war. But because of the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after 1949, 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这个真相啊被掩埋了。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水荒叫卢沟，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桥上摆来头狮子，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他们一看什么洛川会议什么同一战线，我说你们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他说我们没有。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这份文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除了消失的共赴国难宣言，郝伯村还提出两个疑问。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既然是毛泽东领导的，为什么开卢会议不是毛泽东去了？为什么这个最后受降是胡应钦来受降的，那不是朱德来受降的？1945年9月9号，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蒋介石的受降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递交降书。降书一开头便写着日本向蒋委员长投降。日本降书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的国史馆内。8年抗战换来了一纸降书，蒋介石一生的功过也与这场战争密不可分。三鞠躬，立成。想看的问题很多，想看的朋友有很多，想看的事情也晓得，但是我们更难过的是没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下一代。我相信我告诉你还不够。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老师基本上就是一种如家人，跟家人一模一样的那种感情，必须要给他的照顾，必须要给他最好最安全的照料。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听他讲故事，然后跟他讲笑话。他们是第一期送到美国，由陈纳德将军亲自
清点，然后送到美国去作战，这些都是最优秀的人，一回来马上加入作战，当然是战功彪炳，可是当然损失惨重。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最这个最顶尖的人才，可能年纪轻轻21、22岁，已经在空中已经血染长空了。对，我们本来是70周年，应该是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庆幸，而实际上不是，我们有悲愤、难过，是吧？悲愤和难过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被遗忘了，被遗忘了。我们倒并不是让你记得陈洪泉这三个字，不是。我希望你们记得，曾经有一批人，空军那时候在冒险，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做奋斗。没有过去光荣的历史，就创造不出什么荣耀的未来。不可能嘛！你只有知道我的爷爷曾经是个空战英雄，你才会觉得，对，当空战英雄是有它价值所在，才会去延续它的精神。这段历史延续是二战的历史，到今天还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繁荣跟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My grandfather loved both countries. He loved Chinese people and he loved his country.And he served both countries. And that is a great legacy that we have togeth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 hate war because I have seen the war.不容青史尽成灰，所以我们办那么多的活动是要汲取教训，不是汲取仇恨。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啊！我想这是前车之鉴嘛啊！我想你，如果你这个历史被轻忽的遗忘以后，同样的错误还会重犯。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们不知道下一个10年他们会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不能被遗忘。